大家好，真久无看到哈，咱来这聚会，咱来祝贺咱这边聚会的人，甲咱电视机面前的人，感谢你做阿做，你真够爱耶稣啦，咱我很爱，因为耶稣先爱咱，阿门，哈利路亚。真够爱耶稣，你来到这世间。为我做定是十字架的爱实在伟大，我尊贵的耶稣，你住在我内面，替走我一切烦恼，让我的心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为我的罪定是十字架的爱实在伟大，我尊贵的耶稣，你住在我内面，替走我一切烦恼，让我的心平安。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深爱我。再来一摆，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为罪的是十字架的爱实在伟大，我尊贵的耶稣，你住在我内面，替走我一切烦恼，让我的心平安。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深爱我。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敬望神，感谢神，不是我们敬老，是你敬望神，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啦，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啦。我因为当我是一个宝贝，我在主耶稣面前，我因为是宝贝啊，你因为面前，伊有伊的路，哎呀，无人敢看伊的路。感谢主耶稣，你是咱的主人。阿门。是的，是的，是。你是我的主，引出我行正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的保护。万人中只有你捌我过听过。永远不变的灵魂，天意
是祝福，一步过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看我无惊错路，一步过一步，这是盼望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走这人生道路。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引导我走正路。出一夜路好，拢有你看顾。有时我看无路，我有时会巴肚。现在我有主耶稣，我一生拢是祝福。一步过一步，拢是稳定的路。我靠耶稣，免惊也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我靠耶稣，带我走这人生道路。你是我的主，引导我走正路，欢喜也艰苦。拢有你的保护，万人中一有，你把我高听过，永远无变的恩有，这一生拢是祝福。感谢主耶稣，引导我走正路。春日也落雨，拢有你的看顾。有时我看无路，有时会巴肚。现在我有主耶稣，我一生拢是祝福。一步过一步，拢是稳定的路。我靠耶稣，免惊也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的路。我靠耶稣，带我走这人生道路。一步过一步，这是稳定的路。我听的手，看我无惊错。一步过一步，这是盼望的路。你也走，也走，带我走这人生。一步过一步，我是稳定的路。我靠耶稣，免惊也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我是稳当的路。我靠耶稣，带我走这人生道路。
边坐点往这里了，感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喽，哈利路亚喽，你永远就是我保护我、看护我、看顾我、保守我、保护我，感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喽，哈利路亚。拢是阮天的路，我靠耶稣，免惊遐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的路，我靠耶稣，带我行这人生道路，一步一步。一步过一步，这是拢将来是稳定的路啦。咱我靠的耶稣，免惊遐，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的路。我靠耶稣，带我行这人生。多了哈利路亚，搁一摆啊！一步过一步，拢是稳定的路。我靠耶稣，免惊也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的路。我靠耶稣。带我行这人生道路，哈利路亚，搁一摆，哈利路亚。一步过一步，拢是稳定的路。我靠耶稣，免惊也免烦恼。一步过一步，拢是盼望的路。这人生道路，我靠耶稣，带我行这人生道路，我靠耶稣，带我行这人生道路。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咱一步一步行，免烦恼，免惊遐，免烦恼。有阵时咱看无路，有阵时咱会跌倒，咱甲咱靠主和上帝。咱莫惊遐，咱莫烦恼，咱倚靠伫耶稣。你永远永远，你会带着咱行，伊是咱面前的光来，伊是咱的生命。伊安怎在咱也当主耶稣面头前，咱永远永远是伊宝贝，伊无放弃咱的。因为我靠人诶，感谢你主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咯，是的，哈利路亚咯，哦，是的，是的，哈利路亚，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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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沙拉耶拉耶拉，上帝听世间人。好你一世全灵的救主人担心可以你那心来无忧愁应当向主听爱世间人，上帝听爱世间人，求恩赐予你，
谢主，哈利路亚，使你平安，甲大家同在。那嗰时我来开下圣餐的时间了，阿是你还未准备好，我好多同步点下，你去准备者。那今仔日我来开来看圣经节，也伫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到甲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到甲第十八节，这边伊讲第十九节。凡认耶稣为神的子子，以神的子的，神就住在伊的内面，伊也是住在神的内面。十六节，神爱人人的心，人人也在，也是。神就是爱，住在爱内面的，就是住在神的内面的，神也住在伊的内面。安尼款，爱住在人人内面的完全。人人就会住在心怀一志内面无惊了，因为伊安怎，人人住在世间也是安怎。爱的内面无惊吓，爱即已经完全了，就将这个惊吓吐走了，因为惊吓内面是有幸福的。惊吓的人住在爱的内面无得着完全。阿门，感谢主。那今仔日咱知影讲，咱个边啊发生真正一事，对不对？个啊战争啦，等下个啊这个 COVID 啦，未了的物件。所以真侪人，我知影讲吼，到底咱个个生活内面有同辈影响了，了有真侪人本底是无惊，或就怕就惊，就怕就惊，对不对？所以今仔日这个圣经在甲咱讲虾米？圣经在讲。啊，是这个惊到底，人人相信耶稣是神的惊，这个神就住在人人的里面。
人人的就会在你爱里面得到完全了，人人是无惊，因为咧完全的爱里面，人人是无得到幸福的。这个完全的爱就是提早人所有的惊呀。啊，是今仔日，你发觉你家己开始有惊，开始有不平安在你里里面。今仔日你爱问家己，我看的是啥？今仔日我看的是新闻。我听的是不好的消息，啊，是我看到边啊发生的物件个了，啊，真正不好。对我来看是啊，上加我到底心里边是不是有心的心烦我了，心的发掉我了。所以今仔日我要鼓励大家，当人人来也这里生产的事，人人来会看到对的是心对人人的爱，因为伊讲到底伊的爱里面吼，我人是完全了的。我人无得到心啊，这个心烦咧，因为他那我人是神的家子，神爱人人的心嘛，是人人应该来相信的啦。神是爱来爱人人的，伊唔是爱来心烦人。伊这边讲神的心是爱来爱人人的，伊唔是爱来心烦人人。今仔日你教我个了是神公义的家子呀，因为人人相信耶稣，所以今仔日当人人来也去这个。这个圣餐的事，让人来记这个圣餐的事，让人来纪念耶稣，为让人所做的一切。因为耶稣一老的血，今仔日我人已经得到赦免了。今仔日神就在人的里面了，经过人相信，神就是在滴人的里面了，伊的爱在滴人的里面得到完全了，我感谢主。哈利路亚！来，我人来祈祷。耶稣，感谢你，当咱人来领这个圣餐的时候，让咱的目睭开起来，来看到你爱咱人的心。因为当咱人知影，我人是在你爱的里面的时，咱人就无惊遐，因为这个爱已经在咱人里面完全了。我人本已经在爱的里面完全了。今仔日我人无惊审判，因为耶稣，你因为经过你，我人已经成为神的家子。我人感谢你，今仔日无论讲我人看到哈咪物件，但是当咱人来也去这个圣餐，耶稣，咱看的，咱会看的是你的爱。当咱人有惊吓的时，当咱也伫这圣餐的时，圣灵你来提醒咱人，耶稣。是爱人人的，神是爱人人的。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事，虽然是真正恐怖，真正可能看了不平安，但是我人有这个平安在咱里面，因为咱人知影讲，这个爱人人的神今仔日住伫咱的里面，伊是要来保守咱人，伊是要来爱咱人。我感谢你，因为耶稣你保护，为咱留了。今仔日我人得清气，今仔日我人在完全的来爱的里面是无惊吓。今仔日我人得着平安，因为耶稣你所做一切都伫十字架顶。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咱来拜拜，来接这个饼。今仔日，你教我通过相信耶稣是神的家子，这个神已经在滴咱人的内面了。今仔日，这个爱在滴咱人内面，咱无惊吓。当咱人看到的是神完全的爱，咱人心内面就是平安了。感谢耶稣，哈利路亚。Hello， 大家好，来我俾鼓励大家。虽然咱人未面对面同去交谈，但是今仔日。你会看到我倒去这个电视机的头前，就是真正好了，对不对？因为古早一礼拜了，人人下这个夜这个礼拜来敬拜耶稣，这个是真正好的物件，对不对？来，下手下台介绍。了，也是讲今仔日是你头一摆来参加我们 EBCC 福音聚会咧，倒去对电视机的头前，你会看到一个 QR code， 真简单呀，拿起你电话 scan 这个 QR code， 喊你名。然后还有电话号码，
接落来我人高等的人会来联络你，哈，你了解个者 EBCC 福建聚会，好 ，OK。今仔日我有两个报告，啊，头一个报告就是讲，因为咱当今未多堆来高等点标，啊，然后我人咧是爱鼓励大家，我人 EBCC 有出一个 app， 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个smartphone 啊，一个手的电话了点标。都可以 download 一个 EBCC 的 app， 当你电视机头前有一个会跟你讲，你要去到哪里 download 一个 EBCC app， download 一个 EBCC app， 你来到你的电话，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消息，我们就会到这个 EBCC 的 app 通知大家， OK 哦。第二个报告呢，就是说你会记得我跟你说，每第二个礼拜到每第四个礼拜的拜五晚上九点到九点半，我们有这个 Zoom Zoom， 啊，什么是 Zoom Zoom 呢？因为我们当今没白白都回来，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对不对？我们就是用这个电子的技术啦，来白白见面，就是用我们的电话，我们叫做这个 Zoom Zoom， 啊，每第二个礼拜甲第四个礼拜拜五暗暝九点到九点半咧，你就会使 zoom 入来，用你电话 zoom 入来，你会看到我，我会看到你，然后咱会鼓励大家，咱会祈祷给大家，好不好？咱会记得去年中甲去年尾时，我人有捐一个基金来帮助 MCO 影响到的人，所以当今。当然，咱不再读起一个 MCO 三点空，咱家老老多厝不再要去做工，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的收入影响到咱的生活。然后，所以咱需要高等来大家手人的咧。啊，了也是讲，咱把牧师来讲，啊，所以咱把咱的长老来讲啦，拢是爱靠海洋啊，解释来听，拢会进行。然后都会使托一个基金，还是讲拢需要祈祷，靠牧师还是靠咱妈的长老来甲你拜拜祈祷，阿门。当今咱的敬拜团的那边，咱有一个姊妹叫做金红，安迪金红，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 Henny， 大概是敬拜团的。然后安迪金红呢，有另外一个查某囝叫做 Hansy， 伊是大 K L 的。每一道伊有对咱人的教堂的讲道，但是当伊五月十三号的时候，一领吉星就是讲安迪金红的一个查某囝，到去 KL 的叫做 Hansy 啦，已经归信了。另外，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也是讲拢捌安迪金红，还是Henny 姊妹的咧，拢是可以。伊都好呀，要过来呀。今仔日报告到这边啦，接落来这个点声，我比求这个奉献加十分币。然后像我阿爸准备好个咧，好，咱先淡薄点声去准备来奉献加十分币。然后安怎好来奉献加十分币咧？就是这个四个办法。头一个办法咧，就是当你电视机头前。你会看到 EBCC Public Bank 的户口，户名对不对？你会使开 check 啊。然后第二项咧，就是你会使去 ATM machine 开销。然后第三项咧，就是你会使用 Internet banking。第四项最简单咧，就是 Touch and Go。当去你电视机头前，你看到一个 QR code， 也去你电话 scan 这个 Touch and Go 的 QR code， 你会使可以方便加十分钟。啊，会记哦，你爱喝的时候，你爱写掉这是十分币，还是这是对红钱 ？OK 哦，安尼简单啊。大家准备好了，然后咱们白白祈祷，啊，咱再讲咱以下这个，咱以下咱的红钱来是一个敬拜来，啊，给咱再讲每一日主安尼祝福咱们，祝福咱满满，对，然后咱会影响到别个人，让咱来了解耶稣的话 ，Amen。来，咱也去，咱的电话好，也去咱的皮囊好，也去咱的红片甲做一，咱来白白祈祷。主要说今天是我人也到这个红片，也是这个做一，都去我的手中。我们再讲这个红片甲做一是一个敬拜，而这个红片甲做一，也用到去你天国的那边，也用这个
奉献感恩会祝福更加侪人来听到你的好消息。奉耶稣的名，我们来祈祷。Amen， 哈利路亚。Thank you， 感谢我们的奉献，加我们祝福你。福建聚会兄弟姊妹，有人好无？真正久无看到有人了，希望尽快这新冠肺炎这新冠病毒会快快，我们就要来祈祷，求上帝，或者病快快恢复去。安尼呢，我人呢，大人就会转到转来我的教堂来见面。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我的题目就是。如人特别大神的恩典里面站稳，我人基督徒的生活，我人会面对真正一个问题。兄弟姊妹，乱分灾，我人生活里面可能我会面对试探，有的好不好的东西要来试探我人，要来叫我人做不好的东西。我人还面对什么试探，还面对什么问题呢？我人生活有时还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压力，好人家喘喘不过来，无力，有时候想要放下。有时候我们还面对什么问题？我们还面对着困难。我人我人中间上个班中间整人看在 MCO 1.0 MCO 2.0 MCO 3.0 还不知道还没 MCO 过来了。我人的生活变了真困难，真侪问题，我人压力真大。我人安怎会使站稳，未倒，未摇来摇去？那彼得伊写一条批，互五间教会的人，这批伊写是写大多一本大这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伊写这批回人，伊写这批写到后尾时。第五章的时代阿妹是一个人的人就要靠神的恩典来站稳，特别是他人面对困难，他人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人面对真正的问题，彼得个人的人有人就要在神的恩典里面站稳。来，有人第一来看这个圣经，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来，我来看一下。这圣经甲有人讲，伊讲彼得第五章是差不多是后尾后尾了。伊按款写来讲，伊写阿咪讲，伊讲我写这批来鼓励路人，这批是叫一个人，叫另外一个真正忠心的人，叫希拉来教会人，来甲人讲阿咪讲，我爱甲路人讲，爱见证，爱见证。神的恩典是加息的恩典来讲，神的恩典是真正的恩典，是加息的恩典来。有人就被带在恩典里面，被站在，被站稳。什么属于叫人被站稳呢？兄弟姊妹，彼得无叫人讲，你得被国家骨力来做工，你来被反抗这罗马政府，不是？伊唔是咁样讲，伊讲你被带在恩典里面，你被站稳。我人知虾米是真正稳定时，底下兄弟姊妹，那是我人唔知虾米是真正稳定，我人无辨别虾米是徛稳时，我人无在调面对，我人说话嘅即挑战。那彼得讲，伊讲虾米是神真正稳定，神真正稳定是虾米意思？底下兄弟姊妹。他们是稳定，稳定就是本来我人是未谈的，我人无资格，不配的，我人无不配的。特别因为耶稣大十字架，一行了这个，一行了我人的罪，和我人谈到上帝祝福。本来这祝福是爱服耶稣的，刚才耶稣的有资格会谈到祝福的。
特别今日，因为我人相信耶稣，这祝福本是活人，这就是叫神的恩典，这是真正恩典。今日这真济人，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伊是爱靠家己的决心，爱靠家己的毅力来过个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我中间我今日爱甲你讲，我人未使靠家己，我人家己的决心会使有，我人家己的毅力。有时望会真喘无力，但是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人，在我人生活里面，我人会未使会继续，会使继续会走落去。OK， 我当今我今日爱用三个故事、三个物件来分享、来思想，这神的真正的恩典安怎会帮助我人，在我人生活里面。会使徛稳，来，我先来看一个故事。头一个故事，我大家讲的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大卫、大卫，那你在大卫，伊打赢了这个哥利亚，真侪人家输给伊，真侪人想个真正喜欢伊，都爱想个。爱回做王啊！你看，弟弟俄罗伊讲伊真正高，真正强。伊啊，你看讲的是那些王是就知道无？那些王是叫做扫罗王、扫罗王。扫罗王听到了，伊的心内面就无爽了吗？哇！安尼一个人弟弟讲俄罗这大笔安尼好安尼高，我有一日来讲大笔，唔是爱抢我这爱抢我王位，伊讲未好势了。伊心内面就是弯道这大笔，嫉妒大卫，弯道大笔。伊就要睇大卫，大卫安怎呢？大卫知了吗？大卫知了吗？伊知这个、扫罗要睇伊，伊就是走，伊逃走，伊走了，伊走去倒一边，伊走去旷野的地方。特别来个旷野的地方，又两摆有机会，三个是神给佢机会在喎，会使佢有机会要来睇死这个、扫罗王。特别大卫无安款做。还没说大卫无安尼款做来看，今日这经文或者撒母耳记上24章第四节，加26章第八节，来我们看24章第四节。这边讲啥物？这边讲大卫对了大卫的人，随同大卫的人甲大卫讲，耶和华毋是甲你讲，我爱将你的敌人交乎你的手内面。你会使按照你家己的心来对待伊，中间就时阵了。原来啥物呢？原来是大卫，这时阵伊是逃避在这山坑内面、山洞内面。这扫罗知这大卫，伊是避掉这山坑内面、山洞内面是山洞内面是，伊就派人伊家己。带了3000个人要来追捕，要来追这个大卫。特别是追是追追追追是呢，伊家己的这腹肚疼，伊就入这个山坑内面、山洞内面，伊去放屎，腹肚疼，可能食了垃圾是食了咖喱面，腹肚无好势了。哎，机会来了哦！伊走去这个山坑内面，你知这个山坑内面是特别是比较深的地方，扫罗呢？是大外口，这浅浅的地方就被放屎。哎，边仔的人就甲伊讲：哎，大卫，当今是机会了，上帝给你机会来抬这个、抬这个、扫罗，抬了扫罗，那我得自由了吗？我就自由了吗？我人免惊了吗？无人过来抬我人，无人过来掠我人了吗？过下面呢？过大卫，你本来做王了，你免顶抬了。大卫讲下面，大卫讲别使。这是上帝耶和华用伊的油来抹在这扫罗、这扫罗的身上。扫罗是王来的，大卫不爱抬这扫罗，伊和扫罗走。过第二摆机会，第二摆机会什么？这大卫帮召叫这帮召这扫罗王了。伊过是扫罗，过是无监管，过是爱掠这大卫。大卫带家己人，嗰时走，即摆人走去倒一边，即摆人走去一个地方叫哈基拉，头一摆是走去一个地方叫恩加地、恩基地、恩基地，
的山坑那边。第二拜了，伊人是走去倒一边，伊走去一个地方叫哈基拉，哈基拉，哈基拉的山顶边去偷蜜。有人甲这扫罗讲，哎，大蜜偷地偷蜜大蜜躲在山上，偷蜜到这山顶那边，你去掠伊。扫罗知了啊，扫罗知了啊，伊本是出见几个人，伊见了三千个人。来了，大卫，来了，大卫 ，David，OK，、okay, 那一来了一时，伊就安营啊，伊就可以安逸赢大山卡边，安没了吗？伊人爱了这大卫，爱了这大 David， 啊，伊人了了，伊人不是艰苦被休困，扫罗呢就困大个营内面，兵营的营内面啊。也经营里面，那一群个真正唔知人呢，群个真正亲，代笔个一些勇士啊，就是阿比苏、亚比塞、阿比塞，就来到亚边，看到这扫罗群个真正亲，哈咪人来又唔知，这阿比苏就甲这代笔讲哈咪来往看，也根本是多这。撒母耳记上啊，第二十六章第八节，你讲阿咪？阿比苏甲达甲这大卫讲讲，现在是神将你的敌人交乎你手了，求你和我用我的枪来插死伊，插伊回死，插一摆就够了，免第二摆。特别大卫有听这阿比苏的话哦，伊无听。哈密苏伊讲无听，伊讲我袂使你款做，伊讲这是上帝用油来抹红，我袂使害伊，我袂使得罪这个上帝这用油抹这红，我爱门路，那是小路来讲，你安怎做？大别膜拜的机会，上加是神预备好伊的，特别大别无抬这扫罗。那是我甲你讲啊，那是你甲我，我人点是太死，还咪安怎讲呢？我太死，我就自由了吗？我变惊了吗？我变走路了吗？我过做王了哦？还咪说代币不安款做呢？代币是伊是面对虾米？伊面对试探，面对试探，就最试探伊呢？伊是伊伊随同伊人试探伊，机会来了。特别的顶台，伊卖用伊家己的方法，伊爱顶台上帝的方法，伊卖家己来做伊的顶台，伊爱顶台上帝的时间甲上帝的方法，哈密属伊爱顶台，特别在，我人呢卖靠家己，特别在哈密属伊在，伊本来是是哈密人，伊本来唔是，伊本来大人的这目睭内面看，伊本来是无这资格，会使。和这个萨姆尔来抹油来宣告伊将来要做王，一再无诶，一再是完全是上帝恩典。今日我甲这兄弟姊妹讲，我人本是靠我人家己表现，靠我人家己行为来得了上帝恩典。我人是无资格，我人是无。无不配，但是上帝恩典，因为的恩典一关算我人。我跟你讲，那是你明白上帝恩典，你在伊是死地夺之计，伊为了你，伊甘愿行去的十字架，互人钉死，为了爱你，这是神的恩典。你做神的敌人时，做神的仇敌。耶稣的围路是，那像你块思想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块恩典，会使激起，会使激起你的这爱心的心。我跟你讲，那是你爱耶稣，你就不要和这无好的物件来引诱。如了我跟你讲，你爱耶稣较济，世界，你就不要爱世界物件，你就会等。
大彼得相关。大彼得一面对这试探的事，试探的事，伊会使讲 no， 伊讲唔系，虾米水会使讲唔系，因为一再一话，就一话活在话大这上帝恩典里面，上帝恩典和大彼得会使徛稳，无爱犯罪，无爱犯罪，无爱跋倒，会使徛稳稳，因为一再。上帝时间是地好的，上帝方法是地好的。兄弟姊妹，我的鼓励你，今天可能有人跟你讲，我人去做这项物件，做这项物件，我人买单啦，奖金就是时间了，快快去做。哇，这机会来了，快快去拿。虽然可能得罪了上帝，不要紧的，可能是上帝预备的呢，你看安尼款敢唔敢天时人和地利，应该是上帝预备的。我跟你讲，大卫的顶台，因为大卫在下面，大卫在下面，大卫在，伊是活到上帝恩典里面，伊的顶台。所以我能活到上帝恩典里面，我能对安怎，我能对应邀上帝，我能在上帝预备和我能的，更加好，更加水。大卫就是这样款。那第二方面是啥物？这是我头一点嘛。我头一点是讲，当我面对我看这事，当我面对这试探的事，稳定帮助我会使徛稳稳，稳定帮助我原在，故事也是会使徛在在，无摇动，无犯罪，无未跋倒。那第二方面是啥物？第二方面，我要让大家看到，有时我人会真正喘，我唔知你中间对生活会喘无？有时我人有心爱做物件，但比我人做袂到，我人无力，做久了我人真喘。耶稣的学生本身你看，有一摆耶稣在这克西马尼园祈祷时，一个月门徒，一个月学生，甲伊彼得、甲约翰、甲雅各，甲伊人讲，我人特别祈祷。特别耶稣去祈祷三个拜对人看人看人困，耶稣教人讲虾米？人心内面人想，特别虾米？特别人无亏力，虾米是无亏力？人我人的这身躯内面，我的肉体内面，人是软弱的，人是无力的。所以保罗教人讲虾米？我人看这保罗的这一这讲的话真有意思。保罗的这伊的生命。一段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九章看这经文，伊讲虾米？伊讲我今日我古早是杀基督徒的人，特别从今我是杀耶稣，我是爱睇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我要睇伊。特别从今我虾米？从今我变作是讲耶稣的人，这是上帝恩典讲，是上帝恩典把你做啥的啊？唔是我啊！伊讲这恩典在我这生命里面。唔是无用诶，是真有意思诶，有目的诶。伊讲虾米？伊讲原来呢，我会使比其他人做工作更加侪，做了阁未喘。你知我保罗真骨力，伊做工作真侪，伊做上帝工。伊唔是做工，伊唔是讲爱做上帝工来话上帝更加侪祝福，唔是。伊是因为一谈到上帝恩典，即上帝恩典。激起伊内边热心，伊内边真热，上帝稳定稳健热心，所以伊会使安怎？伊会使来做新的工，做骨卡子啊！基督徒的生活，我人的生活，唔是靠我人家己的，我人家己的这我人家己的决心，我人决心，靠人的家己的这亏力，唔是的。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生活要成功，就是要靠，就是要靠。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跟神的开朗，神的能力。我跟你讲，按照保罗会安尼款直直做，会做个安尼款子，做了阁有直直阁开朗直直做。我来讲一句话：，中间唔是我，中间是基督，我活在我里面，大卫内面是基督，大卫内面唔是我了，中间唔是我是基督。我甲你讲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在2011年十几时，在美国有一对真正老的这红帽，
伊阿个名叫 Gordon， 伊个某个名叫 Norman。Gordon 甲 Norman 即94岁，即90岁，伊人交因了70年，特别大2011年时，10个月时，伊人拄着一意外，一意外，拄着一正大只 accident， 互车撞着。Gordon 甲 Norman 都互人送去即老滚厝内面。特别人大老滚厝内面，伊人是白白，伊人冰，伊人个即床是黏着黏白白。大只床那边，伊个床是伊个一大只老滚厝个床，家个床啊。Gordon 甲 Norman 个床是白白着，都在伊人安怎？伊人手牵手。过了无偌久，因为即伊个伤者严重，即Gordon 伊只翁啊，伊都死了，伊个即呼吸停止了。特别老滚厝个医生甲伊个护士啊，甲遐秘书看即Gordon 个即即机器啊，按照伊即心个跳，伊虽然无呼吸了啊，特别个跳跳跳，虾米事会跳呢？哦，原来是这个 Norman 的手甲 Gordon 手，伊人的手捏按按手牵手，原来是 Norman 的心跳传过来到这个Gordon 的身躯，这机器就 detect， 就是夹着这个心跳，伊就这机器就跳跳跳跳，都在下面说。原来是一人两人联合，这诺曼的心跳就传给这Gordon。我讲什么意思？我讲的就是这样，兄弟姊妹，今天你可能你的生活不是这样困难。你说我买了，我卖了，我卖家了，我卖穿了，我无力了。代表跟你讲，你今天你是个耶稣，不是你是耶稣。耶稣牵着你的手，耶稣的心跳，和你的心会继续、会继续跳落去，和你个生命在你的内面，不是你是耶稣。我等你报过了无偌久，本是死去了，两人本是死了，伊伤真严重。特别我跟你讲，耶稣是永远、永远活的，耶稣是今日、明仔。英冠 Y M N， 所以耶稣看着我人的手，耶稣的心跳，耶稣的生命变我人的生命，耶稣的气力变我的气力，耶稣的力量变我人的力量，变我人的力量。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恩典， Amen。耶稣的恩典会使帮助你，这气力不是你自己家的，不是你的气力，是耶稣的气力。你爱耶稣的心，是因为恩典给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决心，是因为上帝有一个计划给你。兄弟姊妹，我爱鼓励你，这是我的第二点。当我人疲乏，疲乏就是说我人喘不来时，神的恩典帮助我人关在阿是个会徛会稳啊，因为我人在，我人继续我人的生活，唔是靠我人家己，乃是上帝恩典通过我人来做工，通过我人来继续来服侍耶稣。那、第三，我爱甲大家来讲，我人基督徒，基督徒有时我人本事。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这破病，有的困难有几多真正久，耶稣无牙草，这病阁是大病，这困难阁是大病，这处境、这环境，啥个无还没改变，哈咪意思呢？上帝到底爱讲哈咪？我人过来看。今日的另外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后书、哥林多后书12章第九到第十节，
这是保罗，不是保罗讲的。你知保罗还没属于写这经文吗？原来保罗伊的身躯内面有一个刺，住在身躯内面真正艰苦。伊讲我三拜求主，伊祈祷，但比主无甲这刺夹走。主家讲阿咪，主家讲我的恩典是靠你用的，我的快乐住人的人肉内面，更加完全。所以保罗讲阿咪，保罗讲。我哈密时阵软弱软烂，哈密时阵我就刚强，原来是耶稣的真力。我问你兄弟姊妹，那是有你的脚有这物件刺，有这刺在你的脚在走路，两三日前啊，两三天前我走路时我的脚痛，哇真正痛，不然会走，我不知道哈密输的哦，没路到渣，把路到昨晚啊，到昨天晚上啊，到昨日阿梅时，我把路发现到，原来有一个刺在我脚边，我赶紧啊拿这针，把我这刺啊给拿出来，哇，拿出来了嘛，就是好死了，走路真顺了，走路袂一摆一摆一摆一了，原来这刺做人真艰苦，这刺不是做保罗真艰苦，保罗安怎心无疼会几多呢？保罗安尼款骨力，保罗安尼款有安尼款。你看勇敢来做新的工，一比路比我做过卡这新的工，过卡有能力，过卡有 power， 特别心无听的几多，还没输呢。兄弟姊妹，有时真济阵，真是真真正小，我人几多，我人几多，心无听我人的几多。原来耶稣是爱做这物件，伊爱甲保罗讲。虽然我人的环境无改变，虽然这刺在你身躯内面，耶稣无夹走；虽然对困难，耶稣无得夹走。特别耶稣爱做咩？耶稣在这保罗的生命内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伊爱叫这保罗的生命内面会使更加大的彰显，更加大的让人看到上帝恩典。是偌大，上帝给的恩典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说的恩典是够用的，上帝恩典大基本够我人用。我问你一项事，中间若是你坐一条船，你坐一条船，你的船行到这啊，这巴杜弗林基，巴杜弗林基加一巴杜 OK 啊，特别中间这海退潮了吗？坠落了吗？你船就塞在那边未行了哦。安怎船才会行呢？你讲祈祷啊，祈祷啊，这叫这耶稣把这巴杜拿走，巴杜免拿走。水个气管时，船嘛是会行了吗？都、就是安尼款吗？所以上帝是耶稣在甲我讲咩？虽然我们有困难，虽然我们面对困难。虽然我人的环境无改变，但比上帝稳定会使增加。上个这水啊，你看水管了，船就会行了吗？船就会行顺顺了吗？本来是船未行，或者巴肚顶住伊未行吗？啊，所以上帝稳定就是你看。所以今仔日福建聚会兄弟姊妹，我鼓励大家来思想。上帝真正恩典是啥物？原来上帝真正恩典，伊毋是看我人表现，伊毋是看我人有好无好，无如爱来祝福我人。若是我人逐摆安尼款想，我人爱做甲真正好，上帝无如来祝福我人。我做无够，上帝就无祝福我人。我甲你讲，你生活者，你基督徒的这生活者，真正艰苦，你直接。但是看自己是不是我不好，是不是我有问题，我跟你说，中间你面对问题不是你不好，乃是上帝要有更加多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人看到靠上帝恩典，靠上帝快乐，让你软烂，让你软弱，显出上帝完全
我盼望今日下晡，我能在思想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彼得爱鼓励我人，彼得鼓励去准时的教会，该人讲，这恩典是真正的恩典，这恩典会使激起我人爱耶稣的心，因为我人思想耶稣安怎死着十字架为了我人，你按你看思想是我跟你讲，你内边的，你特别爱耶稣，你就愈来愈爱耶稣，我讲你愈来愈爱耶稣，你袂这试探啊，在这试探内边啊，在这试探内边啊，你会使徛稳稳。那是你在耶稣的快乐，因为你甲耶稣，你洗礼是洗礼，啥物？洗礼是代表你甲耶稣联合。耶稣在你内边，我甲你讲，耶稣在你内边，你有快乐。你卖讲你未，你卖讲你未行了，你爱放松。我甲你讲，你会行落去，你会徛稳，因为唔是你，是耶稣的，是耶稣的生命，是耶稣的快乐在你内边，是耶稣。你看到耶稣是耶稣这热大热里面和你继续会走下去，今日最后是耶稣的恩典会教你用，我盼望无管你面对什么困难，无管你面对什么挑战，上帝祝福你，上帝恩典本是教你用。那好不好，我人来做一个祈祷，来我来为大家来祈祷，我用这个华语来为大家来祈祷，来祈祷上帝祝福，来乎所有隆重这福建聚会兄弟姊妹，和你人领受到上帝恩典住在生命里面，我人来祈祷来。天父，我要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鼓励我们，要在这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住。主，叫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也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在于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为着所有的复健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上帝借着今天的话语医治他们，安慰他们，祝福他们，使他们在生活上面继续的看见神的恩典够他们用，神的恩典如浪潮一波一波的临到他们，恩上加恩，一波的恩典再加上一波的恩典，使他们能够继续的前进，使他们能够继续过得胜的生活。我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